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伦。我们接下来玩的是最后的克劳迪亚。那么最近呢，最后的克劳迪亚呢跟这个史莱姆合作啦。那么我是喜欢这个动漫啦，所以我打算抽啦。这个角色其实没有很强啦，所以看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喜欢呢，还是没有什么好感呢？你们就可以不抽啦，因为他也没有很强啦。我是还蛮喜欢的啦，所以我打算抽啦。第一个石头，可是应该我的运气的话呢，呵呵，我觉得最近运气也没有到很好，抽卡的运气。啊，第一个石头就爆死了。好，第二个石头，看有没有机会，拜托。我想要利木卢啊，那个生物贝尔托拉也是很帅，下来我也很想要。贝尔托拉跟利木卢第一次遇到的哦，马上就来一个红了，是什么呢？一个，两个，啊，哦，角色，哦，该不会是来了利木卢？拜托。哦，有两颗哎，啊，第一颗没有中啊，第二颗也没中，哇，这个暴击啊，我好痛，可恶，第二个石抽虽然没有爆死，但是也算是爆死了。第三个石抽，啊，蓝色。蓝色蓝蓝的，好，一个，两个，啊，没有就是没有了啦，不过有时三个那个画面它也是有时也是不会转红的，看运气。哦，有一个满了耶。哦，这个是应该是铠啊，对，铠甲，赞啦，多赚了一个防具。还有没有呢？啊，没有了，呵呵。这个我还蛮想要 SR 的那个红月的那个，他的那个视频呢，如果你攻击的时候普通攻击能够补血啦，所以你的伤害越高呢，你补的血就越多了。第四个石抽，哦，金色来了吗？来。一个，两个，三个 ，OK， 有没有？哦，有，啊，必中圣物的动画，可是拜托来一个贝勒托拉也不错，有没有呢？拜托，有一颗，拜托拜托啊，哪一个圣物我有了？那个生物还蛮不错，还有那个自动暴击的那个技能啊。啊，第五个石抽，如果这个石抽抽到的话，就是最后石抽啦，如果没有抽到的话，我可能会继续抽咯。第五个石抽，金色，拜托拜托。一颗，两个。哦，有，拜托拜托，啊，必中生物，可是还有贝瑞托拉，拜托给个贝瑞托拉，有没有呢？哦，停了停了，是吗？这个我记得是三个活动的，你怎么现在才来？可恶啊！哇，这个真的是有一点，这个是暴击啊，超大暴击。可是不用担心，我还有这个十抽的券，拜托第六十抽，有没有机会这一次十抽就停呢？看来是，这个蓝蓝的看来是，这个蓝蓝的看来是没了的。才一个罢了，那个画面
可恶啊，红月红月啊哈，没有，哇哈哈，红月都没有，可恶。好，我准备了20抽，看这次有没有机会啦。第70抽，拜托，70抽了，拜托。啊，我不得不说啊，应该是我的运气真的是差，完全抽不到啊。啊，还是金色而已，不，哇，连红月都不给我，哇，我的天哪！好，第80抽，我现在都不敢讲最后10抽，他不给我最后10抽啊，第80抽，哇，蓝色的，哇，怎么办？哇，这次抽的感觉啊，还是没有一个红，我不给，但是来个红月吧。哦，有一个，呵呵，还给我最后，我妈的，呵呵，我又存了一个10抽了，呵呵，这个是第几抽啊？第90抽，哇！哦，金色，拜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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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第90抽到底有没有机会呢？一个，两个，三个 ，OK， 有红色啊，没动画，不懂是人物还是哦，三颗，三颗，哦，维尔托拉 ，yes， 赞啦，暴风龙维尔托拉。哦，有一个停，我该不会是的，让我爽一下，可恶！哇，那个家伙，好像我上次也是抽到他哎。哇，我这里呢，其实又存了啦，然后他今天呢又送了券啦，所以呢，第100抽。第100抽，金色，拜托拜托拜托！哦，有三个人有机会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有，拜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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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哟，人物，哟，人物人物，拜托拜托！人物的特效，刚才那一个。一只老虎跟一个人，可恶啊！哇，我的心态都崩了。然后我们继续抽吧，我还有两个10抽券，第110抽。哇，我真的是抽超级多哎！威尔利姆鲁，哦，有三个人哦。拜托拜托，连画面都不给了，哇，爆死，可恶，哇，连红月都不给，哇，几抽了，110抽吗？好，第120抽，拜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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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金色，拜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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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第120抽，有红色，红色，红色！那是圣物，可恶啊！我要人物啊，我要利木鲁啊！哦，该不会又是贝尔托拉吧？哦，停了，呵呵，新的。哦，这个，我记得他的武器是一个铠甲来的。哦，有红月，赞啦！好，接下来就是钻石了，第130抽。
哇，第130抽，金色，拜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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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金色金色金色，来了吗？一个，两个，哦有，拜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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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停了停了停了，是什么利姆鲁？又是我没有的生物，可恶啊！啊，我的头好痛啊！130抽一个新的生物，然后没了，然后第140抽，哦，拜托拜托拜托，哦，蓝色蓝色。蓝色，那又是一个画面，又是一个 boss， 啊，好多金哦！然后还没有红月，哇，我的天哪！我不行了，第150抽，哇，该不会是他连一个钻都不给我拿来？抽密利姆了吧？第150抽，哇！我是两个角色都要了，所以到保底我可能也是会抽。第150抽，两个画面，哇！唉，爆死，爆死了，爆死了！哦，有一个满了，呵呵，一个 R 满了。哦，这武器，这应该不是武器嘞，不懂是什么效果的物品来的。哦，又一个满了，哦，凤凰了。哦，这个第150抽两个生物满了，哇，我真的是抽了多少哦？哇，完蛋！第150抽，哦，还是没有。啊，这个第160抽如果没有的话，我可能会继续存了，呵呵。啊，这个算是最后10抽啊，如果没有的话，我可能会私底下再抽了。哦，景色有没有？拜托，最后10抽了，给个机会，给个面子。一个，两个，三个。拜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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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没有动画啊？还没动画，糟糕，怎么办？有没有？哦，停了停了，有吗？有吗？有 ，yes yes yes， 啊，我可以留钻抽密利姆了 ，yes， 哦，终于抽到你了，你这家伙，可恶，还来个红月，赞啦！我的红月多少？88仙，哇、哦！我的天哪！哇，我觉得应该是没有人跟我一样飞吧。160抽才刷利木鲁跟贝洛托拉。好啦，感谢你们的收看啦！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就给我的影片一个赞，订阅我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那么多谢谢小细哦。下一部影片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